这个新来的主持他都未识帝女花飘，更未启莲香色玉，当此快雪初晴，便被我把山柴拾取。
有谁歌道崇祯呢？啊，我等呢份梦醒，哭泣茶亭，钗分玉碎，想信身归幽冥。后为孩谁愿令碧血即方径，雪中天已是迷明和唤醒，今生长愿拜观音素银瓶。哎呀，奇怪咧，点解呢个道姑嘅背影咁似已死嘅长平公主嘅咧吓？莫非幽魂现眼？唔会啊，如果系幽魂现眼，亦都唔会作道姑打扮噶。事由 QK， 当我叩门一问至得。呢一度系青年界庵堂地，我都要稍存礼仪，未暗操持呀。哎呀你，哎呀，奇怪啦，何以佢闭门不纳呢？是更可疑，当我冲门而进至得。你请问呢位施主冲门系借茶，抑或系拜佛啊？我一不是借茶，二不是拜佛，不过有一句说话想求师傅你点化啫。你何以闭门不纳呢？庵内无人，主持都未犯，俗世男女都尚且授受不亲，又何况系佛门清净地呢？师父，我好应该常拜佛门慈悲嘅，一问师父你贵姓啊？贫道俗身姓沈，法号慧清。吓，你叫做慧清啊？飘渺间，往事如梦，情难应。百劫重，逢佢愿何卖旧声啊？夫妻断了情，爱鸳鸯已定，风烟已静。我偷偷相思佢未吐，真情令我惊。论呢耶，佢应该要
要把苦誓认，复合罢了，偷偷暗中玩具轻轻。公主，为了啊，施主，你叫唤何人啊？我叫唤公主咯。啊，咁公主又系施主你何人呢？公主系我妻房。吓、啊，我话公主系我妻房啊。施主，你叫唤妻房？应该在家中叫房中叫，又何解会叫到嚟粉门清净殿呢？吓、啊！谁无骨肉之亲，父女之爱。等我讲下先帝崇祯的惨事，如果他喊亲你不问而知，就梗是公主的了。所以光落冷光
心宫里有朵帝女花，佢嘅惨处你可在一元细听？我去烧香，参下旧情。